小姐，那我们今天视讯看诊大概到这边结束哈。你的脸上为什么一直有个白色的东西？是皮肤发生什么事了吗？那个是雪饼特效，还不知道很红哎、欸。OK， 视讯看诊的时候，请尽量不要用太夸张的滤镜哦，会干扰医生的判断哦。等一下你会请谁过来拿药呢？哦，没关系，我等一下自己去拿就好了。不对，先生，你现在是确诊的状态哦，可能要请家人过来一趟哦。医生，你可以帮我送吗？送药哦，请问你们家在哪里呢？澎湖。澎湖没办法。OK， 小姐，那我最后请你拿着你的健保卡跟你的快筛哦，放在这边哦，我们要截一张图，这样子我们视讯看诊就完成了。小姐，可不可以请你把你的那个背景换掉？它完全侦测不到你的健保卡，这样子健保卡会直接消失。没有，我就举在前面啊。不是，你的背景要换掉，因为它只侦测到你的人脸，我这样子看不到你的健保卡。那这个要怎么换啊？视讯看诊的时候，请尽量不要把你的背景换掉，不然很困扰。最后这个截图的动作往往都会侦测不到。OK， 小姐，那我们今天视讯看诊大概到这边结束哈。我请教你一下，你的脸上为什么一直有个白色的东西？是皮肤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没有啊，那个是滤镜啦，那个是雪饼特效，也不知道很红哎、欸。OK， 视讯看诊的时候，请尽量不要用太夸张的滤镜哦，会干扰医生的判断哦。嘿、hey, ，先生你好，我们开始今天的视讯看诊吼，那借我看一下你的快筛盘吼。不好意思，上面写的这个煞气小黑，这位是？哦，没错，医生那个就是我本人，你可以叫我小黑就好了。好，是小黑。视讯看诊时，快筛盘请记得写上你的真名吼，不要写上一些奇怪的昵称，我们完全无法辨识是谁哦。视讯看诊完之后，记得快筛盘要记得销毁哦。OK， 那今天视讯看诊到这边，还有什么问题吗？那个医生，我那个喉咙一直肿肿的，可以帮我看一下吗？OK， 不然你一下，我稍微看一下好了。为什么会看到狗的舌头？小姐，可以请你关掉滤镜吗？可是我没有滤镜，很丑哎。再次强调，视讯看诊的时候，请关掉有点奇怪的滤镜，谢谢。OK， 先生，我们视讯看诊结束喽。那等一下你会请谁过来拿药呢？没关系，我等一下自己去拿就好了。不对，先生，你现在是确诊的状态哦，你不能离开家里哦，你可能要请家人过来一趟哦。可是我家人都不在。那你也可以请你朋友过来啊。我没朋友，医生，你可以帮我送吗？送药哦，请问你们家在哪里呢？澎湖。澎湖没办法。视讯看诊的时候，请尽量找离家近的诊所，而且务必遵守防疫政策，不要出门散播病毒哦。喜欢这个优质的创作者，就赶快去 follow 他哦。你有发现其他最具爆红潜力的影片吗？赶快投稿给达人秀吧！点击下方观看更多有趣内容。